久未合体的郑秀文 Sammy 和许志安近日一起现身郑家的家庭聚会，罕有同框合照，两公婆都笑得好甜啊。在星期二，网上流传了 Sammy 和许志安出席家庭聚会的相，聚会入面除了 Sammy 的妈妈和家姐之外，还有不少小朋友同场，场面好热闹。许志安和老婆家人合照的时候乖乖站在身边，和岳母合照的时候又护低身迁就，非常识做。Sammy 自从去年五月患上新冠肺炎之后，一直受到后遗症的影响，导致长期声沙沙，无论体力和声线都未回复状态，最后只好将红馆演唱会延期去到今年七月举行，他亦都一直闭关休养。反而老公许志安最近复出之后频频现身，去年更去到新加坡、澳门开演唱会，获得一班 fans 的支持。